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陈君。有妈妈来信来问说，把鱿鱼晒成干了之后，它还有任何的营养价值存在的吗？其实它营养价值很丰富哦，而且最重要的，它蛋白质含量很高，脂肪含量很低。你可以从我手上这个手板可以看得到，如果跟猪肉啦跟其他的食物比较起来，它蛋白质很高之外呢，脂肪含量相对的很低，所以很适合我们现代人来食用。而且呢，这些蛋白质它可以帮助我们，比如说那伤口想要修复的那些老人家们，那是很棒的一个好东西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有些妈妈她在怀孕生完小孩子之后，产后的妈妈她是需要增加奶水的一个部分，多吃一些鱿鱼，让妈妈的奶水可以增加的更多哦。